司业见了新院首可还顺利，何事可以返回朝堂？多亏了怀氏兄的礼物，魏某可以安心的在这清明书院混日子了。这新院首可比那陛下还要操心。操心可是，司业在朝堂，深得陛下器重，卑职相信，待你再返朝堂。 定可成为陛下的心腹，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要和新院首一样操心了。我算不了如心腹子一般，操心。哎，对了，我问问你俩啊，我就当真这么不宜家不宜室吗？啊，不宜。顾南一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就这么不像个女子吗？ 殿下招臣前来何事啊？并无大事，只是我想这清明人杰地灵的，都是因为紫燕兄你操持的好，所以我想也沾一沾清明的灵气，混一个闲散的王爷，哎，最好是清明的司业。陛下如何？我是跟你说笑罢了。为帝君者。 任性决性，方可成就大业，不可太重感情。你所想的，本王都懂。高高在上的殿下，如果觉得辛子燕多此一举，我这就去启奏陛下，收回旨意，让燕朝幕上的凤之威重回诡谲朝堂，重回凶猛险恶之地，重回你殿下的梦魇之中。 爷，我今儿不让你了，定把你杀个片甲不留。六，听说院首指派了魏知前来代管书院，不会拿咱们的错处吧？天，那魏知不过就是个文弱书生，才从清明出去几天啊，怕他做甚？ 卫之现在可是深得陛下信任，碍事儿，清明天高皇帝远，没了院首就是你压最大。院首是个骗子，我杨杨宇怕过谁啊？告诉你们，我少爷打小饱读诗书，唯独院首二字，你就何解啊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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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心愿手是要给您来个下马威啊！怀师兄，你多虑了。师尊向来桀骜，对付我一个小小未知，至于此？这帮二世祖，难怪啊！不管是新任手还是旧任手，走的走了，清明打金鞋，就是咱们的。李霞令，我打。打是你们臭男人的做法。 敞开门啊！出阵送走了。我未知从来都不知道，在这堂堂清明，居然还有如此有节之事。
来，陪我玩一把。来呀，看什么呢？来呀！哟，这不是老同窗吗？怎的，当真独多？苗相公子，居然还能记得魏某这个布衣同窗，我怎能不当真呢？魏之，虽说你现在是四品四印，但这赌注可当真是要付的。哦。 愿赌服输，来，来就来，谁怕谁呀？你怕谁呀？来呀！先走一个通杀，双料。哎，到我啊！小。 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双落全凭运气。小爷我今日运势不佳，不如换个玩法，你可敢应战啊？但凭姚公子择选，魏某定当奉陪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千言，将小爷的月账拿来，咱们不打，一局定输赢。好啊。 若姚公子赢了，魏某今日所得全部归还您。快说，快说！我输。若是输了，杨宇任凭私业差遣。真的？真的？走！魏四爷！ 你输的可心服啊！服，服。四爷不但文章有夺锦之才，嬉戏也是不让人后啊！佩服佩服。四爷，有何差遣？姚宇愿往，并无差遣。为什么就不能自由的做自己呢？ 万事从心而为，才能不枉为人。学生姚阳宇，拜见四爷。
启禀陛下，宋杰到了。参见陛下。宋侍卫，闽国公回京，不能没有护卫，正好你熟悉国公习性，朕命你继续随侍国公左右，如何？属下，阿家专程在这等候你，只想问你一句：可愿？ 回闽海啊！给使帮我小人，小人宁死不回闽海。那咱家就提点你一句：陛下乃是护短之人，你既然是御前侍卫，那就算是陛下的人，能不能回到陛下身边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。小人明白，谢过给使。求陛下饶恕属下抗旨之罪，属下不愿再回闽海，再遭屈辱。 求陛下开恩。此话何意啊？近前说话。宋侍卫，你是不是在闽海受到了什么委屈啊？你大胆的说来，老臣不怪你。陛下，等老臣回到闽海之后，并不轻纵这些不开眼的东西。你是朕亲赐的御前侍卫，何人敢给你委屈受啊？ 岂不是蔑视上卷？说，请陛下恕臣直言，属下等四人自抵达闽海闽国公府邸之后，便做起了前后引导、直鞭坠镫的屈辱营生，实在是我等无能，辱没了陛下的声威啊！赵云，老奴在。带宋杰下去细细审问，朕倒要看看。 这闽海，还到底是不是朕的疆土？遵旨。陛下，老臣真不知，那前后引导竟是陛下亲赐，一定是属下胆大妄为。 但老臣查清之后，定斩不饶。看来国公真是事务繁忙啊！对于部署管辖，尚不能令行禁止，如何管理这偌大的闽海？陛下巡解的对，老臣日后当依法勤勉，不负皇恩。爱卿啊，这治府有如治国。 法度不明，则混乱不清啊！不如将这闽海司法治理一事，俱归有司审理，爱卿也好，专治管辖府郡，为朕分忧，如何？老臣领旨，日后再也不干预有司事务，还望陛下。 宽心的，还是爱卿懂得体恤朕。老臣就是老臣，非旁人可比。 朕老了，不想让你离朕太远。若是下次再见，只怕是在朕的胸里上了。陛下，乃天子，天子自有上天庇佑。陛下，切不可妄言生死。臣也想能够日日得见天颜呐。哎。 莫不如爱卿留在帝京，坐在辅如何呀？帮着朕大力朝纲，教导臣属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可全了我如母之情啊！ 启禀陛下，闽海军报到了。
念给朕听听。是，陛下。 自闽国公回京述职，海寇屡屡扰境，作恶多端，然闽海府军尽归闽国公辖制，吴国公守令无法出兵抗击海寇，望陛下恩准，尽快令闽国公返回闽海。此等大事，怎可受制于区区守令啊？陛下，真是。 一日不操心都难安呐！请陛下恕罪。罢了，你这套回京啊，恕罪二字也唠叨的絮烦了，朕也听得絮烦了。辛苦闽国公，尽快返回闽海御寇吧。臣遵旨。 朕已放闽国公回闽海了。您当真相信，令人起义，弹劾长远一事，完全是栽赃陷害？您当真相信，长远在闽海所做一切，真是为了天生的长治久安？你也当真相信？ 此次放长远回闽海，不是放虎归山吗？放肆！宁毅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质疑朕的决断！陛下息怒，只因楚王殿下。 久求于宗正寺，以致性情孤僻，出言莽撞，望陛下恕罪。大胆！谁准你求情？自行下去，领吃刑二十。老奴遵旨。 是儿臣不敬之罪，给使担忧父皇，怕您怒气伤身，请父皇免了给使刑罚。赵渊，老奴在，还不谢过楚王？谢过楚王殿下，不必多礼。赵渊，在，将这奏章念给他听听。 是陛下，臣桂建州启奏陛下，陛下立遗诏，存放于金匮要略，实乃圣明之举。 然夫君者，天子也，天命归也，必以正统续之。燕王名声虽乃贵妃所出，却实为先皇后至亲血脉，温良恭俭，文韬武略皆以大成。望陛下早定思成，上合天心，下安社稷。臣等谏言诚惶诚恐，鞠躬为民，至死不渝。
叩请圣裁。你平身吧。金贵要略既出，有些常侍党羽还在上表，妄图逼朕立宁生为太子。长家之事，岂是你借由海寇替林任其申冤所能扳倒的？儿臣却认为，父王一味妥协，并不会让常侍一族幡然醒悟。今贵建州上表父皇，请立二王兄，说明闽国公并不相信父皇的金贵之中真有楚军的名字。金父皇召见儿臣，并不是为了对弈，而是父皇心中已经有了筹谋。这金贵之中虽然没有要略，却当真需要一个名字，让常氏一族真的以为有这个名字。你可知道，一旦出现这个名字，此人将成为众矢之的。不仅如此，此人还会成为父皇手中的一把利刃。倘若朕告诉你，金贵之中恰是宁毅，臣遵旨，谢恩。看看。哦，妖了我，妖了我，妖了我！你耍赖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输了，输了，你输了一晚上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天，你我你，哎，诅咒我，我赢了，我干嘛？我，哎，子衍兄，你来了，他们太笨了，老是输，林晨老耍赖，你来陪我玩，你来陪我玩，你来陪我玩，我陪你玩。咱们得把赌注先说好了是什么，要不然万一王爷输了，像宁城那样耍赖，我找谁去评理去？本王不会耍赖，本王现在没有什么输不起的。说什么赌注？殿下，我来之前，我们家大花说想开一家兰香院，惹得辛某一路审笑。我现在想起来，莫尝不是一件美差呀！你看，既有香车美人，还能日进斗金，比那清明书院强多了。哎，咱们就拿兰香院做赌注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如若本王输了，我给你一家兰香院，并且包揽所有姑娘的华服，一针一线，臣不欺儿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逼着你啊。那这太好了，看来殿下今天心情不错吧？一柄快刀而已，哪里有心？你可知道，一旦出现这个名字，此人将成为众矢之的。不仅如此，此人还会成为父皇手中的一把利刃。家师门下曾有一个弟子，使了一手凌厉的快刀，竟得师父真传。可是师父却迟迟不肯让他下山。紫燕不明白呀，就去询问家师。师父他老人家答曰：“刀亦有心，有心有何用？
持刀的人无心啊。本王在离开宗正寺之前，曾发誓要断了对父皇所有的念想，可见面那一刻，我才真的发现我无法做到像他那么决绝。殿下，殿下，为帝君者，从来就与情字无缘，加上当今圣上一向多疑，你又何必自苦呢？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你曾经问过本王，这值得吗？那我现在问你，这值得吗？值得。倘若有一日，本王也把你当成一把快刀，你还值得吗？值得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彼时辛某一定是一把有心的刀。谢谢紫言兄，谢谢。丁三，谁给你起的这么不三不四的名字？回禀阁老，是公子改的。啊？我是丁三，而雨墨改成了二四。丁三配二四，这姚安宇真是越来越不务正业了。四爷，能不能让我们一把呀？对呀，太厉害了，你这也玩不玩了？大胆为之！阿爷，您差点把我给吓死。你可知罪啊？参见姚相，不知姚相驾到，未曾。幸亏不知道我驾到，要不然我就看不见如此荒唐的一幕了。阿爷，你说你闭嘴！我说你最近怎么不爱回家呢？原来你们这清明书院没了院首，倒有了这勾魂的勾当，啊！阁老，您误会了。学生是在教学子们学习这立法之中的治润之法。治润之法？哼！我倒要知道如何通过赌博来学习治润。啊！阁老，你看啊，这三统立。以中气推论，后汉四分立以经硕推论，这大眼力吧，则以气盈硕虚推论。因此，学生也以平气平硕来推算润运位置时，与这博弈之推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什么？嗯。阁老，您看，此事碧云的宁毅脱不了干系。不会吧？楚王行这等事，又是为何呀？父皇许了他，令新紫燕重审他母妃旧案，他就把算盘打到本宫头上来了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
您与内司本宫一向不惧的，只是此事隐秘之情者不多。公主，您应该要好好清理身边人。嬷嬷，那日未知提醒本宫，本宫全然没放在心上。但如今想想，看来我这含烟阁中。 当真是出了内鬼了啊！公主殿下明鉴，老奴一向谨小慎微，殿下的吃食都是在校厨房中料理的，断不会有此疏漏啊！嬷嬷，饶宁是相信你的，但是这寒烟阁中仆役众多，难免有人猪油蒙了心。 勾结宁毅陷害本宫，嬷嬷，你现在备车，我出宫找魏之出出主意。是。照我说的做，你才能活下去。嗯？你留在宫中，一旦查出此人，立即杖毙。老奴遵命。 少宁去往清明方向了，出发。是。桂枝啊，你让他们先散了吧。那你们都先回去吧。 《大成要略》，夫子，这书中内容的确有趣且有用，著书之人却有大神通。只不过令学生困惑的是，这《大成要略》无非是些学识新论，并无范进之说呀，为何会被禁啊？大约是著书之人不为当今天子所喜吧。 朝代更迭，万般都是虚无。夫子，这丝花少了半册，可否一并赐给学生研习？兴许有一日，此书可重见天日。这位，切记不可让任何人得知此事。 姚夏，学生没读过什么《大成要略》，学生只是一时兴起，顺口说说而已。魏四爷，你可别怪老朽多事啊。这《大成要略》是前朝留下的重要经典，一直不被当今陛下喜欢。 老夫可不愿意在有生之年看见天圣在兴起文字狱，明白吗？但请姚相放心，学生明白。魏之，魏之，魏之，见过殿下。魏之拜见公主殿下，这是公主长有急事，早出去说。 出去！姚相在此，切莫当涂。哦，姚相安好，本宫有急事想见魏之一用，想必姚相不会介意吧？
巧了，老朽前来找魏之，也是为了朝廷的要事，能否等我们先把事说完啊？嗯，那好吧，那你们快些说，本宫在这候着。魏四爷，魏四爷在吗？魏四爷，本王给你道喜啊！见过楚王殿下。见过楚王殿下。姚宪也在啊。今天清明这么热闹，你要回清明读书吗？父王知道会很欣慰的，不是吗？关你什么事儿吗？为兄关心你吗？好了，老夫告退。姚相慢走。哎，姚相慢走。嗯。我可带了你最喜欢喝的酒啊！来来来，楚王殿下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真的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喝喝酒。那你为何要道喜呀？嗯，你明知故问啊！楚王殿下，你到底要个什么鬼？请你喝酒啊！发喝喝喝！嗯，好，嗯，很好。殿下，魏某的暂居之处与您的王府相比，自是天壤之别。您这是哪来的如此兴致啊？是暂居吗？怎么看样子，常居此处的样子呀？啊！殿下能容微臣在这儿如此逍遥？逍遥之处，也不一定是宜居之所呀。嗯，那也好过您府中那暗夜之中的护心亭。有人吗？喂，小裁缝，喂。古话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此话不假。你真是一个记仇的人呐！你可听到什么了？回禀公主殿下，小奴不敢靠近，只听得楚王跟魏四爷说。说什么？说什么什么什么南阳，蠢不蠢啊你！你现在给我在这儿待着，不许让任何人靠近，听见没？是。不错。啊。魏四爷，本王登门拜访，没茶吗？无茶。水总有吧？凉的。魏四爷，你这是近朱者赤，言辞之简，比那顾南一更甚啊！少说，少错。魏思业听令。臣在。本王令你自即日起好好经营清明书院，为本王和天神朝堂多多培养有识之士。殿下，管理清明本就是微臣职责所在，臣实不知殿下此话何意啊？你可知本王为何怂恿新院守令你来接管清明？你还记得你府入清明之时，学院是以何人马首是瞻吗？清明固然是陛下的清明，但清明学子走出这大门，人人就会称你为太子门生。
你可明了这其中的用意啊？学生明白，清明学子需以太子殿下马首是瞻。本王会视你如废太子宁川身边的星子燕，你可心协？殿下，微臣愚钝，恐难担此大任，还望殿下收回成命。收回成命？来不及了。朕决定不再册立太子，传位诏书将放入这金匮要略之中。你可有法子让我父皇收回这金匮要略吗？何人在此窥探？宁臣，主子，还不给我滚进来！小的这就滚进去。何事在外喧哗？回禀主子，属下似乎看到有人在外面窥探。何人如此大胆？赶快查！是是是，属下这就去吧。错脱，独自。